小雪，大雪，冬至，小寒，大寒，从春生到夏长，经秋收至冬藏，循环往复，天地和谐。河南电视台政法频道，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孕育了灿烂的中医药文化，中医药在现代的医学临床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。近年来，癌症的发病率逐年上升，成为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致命杀手。由于目前医学界对癌症的研究与治疗还处于探索阶段，西医在癌症面前常常显得力不从心。随着癌痛中医中药治疗研究的不断深入，中医药在癌痛的综合治疗中心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12月13日上午，位于河南省博物院附近的郑州西佛中医肿瘤医院门前敲锣打鼓，热闹非凡。该院治疗康复的癌症病人及家属组织了盘古队，来到了西佛中医肿瘤医院，向院长袁西福赠送了锦旗，表达了他们对康复的喜悦和对医院的感激之情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作为一个医生，我们的天职就应该是救死扶伤，减轻病人痛苦。我是古宁外找了袁西福来叫我过来好好脉，我拿来中药，我一吃，吃了有80天，我一复查，病情好，病情好转了。出身于中医世家的袁西福，长期致力于中医药治疗癌症临床研究，继承和发扬了阴阳平衡疗法这一传世医学精华，经过几十年努力，探索出了三联平衡疗法为代表的抗癌新方法，使许多癌症患者摆脱了病痛折磨，走上了康复之路。中药对于治疗肿瘤有肯定的疗效，因为它这个效果来自于多方面，特别像这样的病人身体比较虚弱，经过中药的这个治疗和调理，病人的身体呢逐步康复。相伴左右，温暖你我，河南电视台政法频道。